昨天我不是问这个小姐姐有没有男朋友吗？我的天，一觉醒来，热心肠的网友们呢，有帮我表白的，还有要跟我抢小姐姐的，还有说要给我送水桶的，还有说结婚请她吃大鲤鱼的。我最服的就是这个，感谢主之挂念。确认过了，没男朋友，还夸我有才，我要乘胜追击，再来一张。微博上找的小姐姐图片，画画这个东西，你就是得抓住灵魂，还得是简单上个色，然后加点细节，真的挺好的。我就想问一下小姐姐，我有机会吗？我长得还行，这是我自画像。美术生如何搭讪小姐姐？就这个。你好，小姐姐，我是这样，我是画画的，然后我想给你画张画，可以吗？啊，你是画这种的吗？我都行，我都行，可以吗？反正你长得就像个画家。你是说我长得恶心吗？加个微信。一看小姐姐朋友圈，这是个吸睛啊！安排上啊，用鼻孔定位法啊，一般人这脸都画不了我这么圆。玩的气质一下就上来，玩上个色啊，加点细节，真的挺好。搞定了啊，我感觉今天要脱单。